我和马英九先生这是第二次见面了。大陆现在是一个春光美好的季节，真可谓是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我看到我们来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啊，都是焕发着青春的风采，见到你们很高兴。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，创造了源远流长、辉煌灿烂、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。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，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、繁衍生息，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、光复台湾。中华民族一路走来，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，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。我带着台湾的青年学子访问大陆，这几天的行程，同学们深刻了解中华文化的根源，体验大陆实际发展的面貌，更感受到两岸之间血浓于水的情感。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，都是炎黄子孙，应该互助合作，致力振兴中华。未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福祉为最大的目标，坚持九二共识，反对台独，共同追求和平发展，